当时我在你们员工的聚会上面遇见了你，起初没有交集的我们，因为我喝了一点点的小酒，而开始有了聊天的互动。隔天我回到台北，我们在 LINE 上面开始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也越来越有话题。之后我也趁着休假的空档，偷偷溜下去台南，约你出来走走。渐渐的，我们感情升温，我也在同年的十月牵起了你的手。你很顾家，与家人的相处都很融洽，也很细心，很有大姐姐的风范。在生活中，你也会注意到许多我忽略的细节，并且提醒我，给我许多的建议。我们时常台北与台南分隔两地，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忙碌，也无法时刻陪伴着对方。但谢谢你很包容我，也很体谅我，谢谢你不离不弃的支持我，相信我，并将未来托付给我。2019年到现在，因为遇到了疫情，所以出游也都在台湾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生日，我们一起去宜兰玩，还有夏日的垦丁旅行，以及很秋冬的台东行，我们也度过许多难忘的节日，彼此的生日，第一个情人节等等。对我来说，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我珍贵的回忆。结婚这个念头，其实我认真想了很久，也许是因为你很会照顾人，将住所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也许是你很会帮我修坏掉的指甲之类的，但我觉得这些都不至于让我动心。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你，因为爱你，所以我想要娶你。为了这一刻，我准备了很久，我想要创造一个专属于我们的仪式感，就让我来亲口说出我对你的爱。